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韩国选秀节目 Boys Planning 确定了最终出道组新男团杰罗维斯温的九位成员了。 4月20号 在 Boys Planning 决赛现场直播发表了九位将以杰罗维斯文缩写是杰贝温出道的九位成员。首先投票获得第一名的是中国练习生张恒，他是韩国选秀节目史上首次获得第一名的外国练习生。第二名韩国练习生曾安敏，第三名韩裔加拿大练习生曾美俊，第四名中国练习生李凯，第五名韩国练习生金泰德，第七名韩国练习生金菊斌，第八名韩国练习生金基翁，第九名韩国练习生韩牛。 我们来看一下对于杰贝温九位成员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杰贝温成为组合的真好能成为真粉了，怕因为不是曾安敏觉得很遗憾，但是这成员组合真的太满意了。 Licky 真的好高兴，恭喜你出道。 K-pop 组合的新威是中国人 KKK， 我认定张豪人品好又有实力，只是因为国籍这样被骂觉得不太好。不过一个所属公司出身的四位练习生都进入了出道组，不觉得很过分吗？看这个天王后第一次看了成员们的脸，如果不知道的话还以为是韩国成员了。我个人很高兴张豪拿下一位，但是大众们对中国的形象不太好，所以有点担心。但这也是投票没有造假的证据。总之真的好喜欢出道组，然后没进入出道组的练习生们也希望能走花路。其实在发表第一名是中国练习生张豪后，一开始是有点担心韩国论坛的反应会不会非常不好，但是我有点想太多了。虽然也是有只是因为中国练习生是 C 位而不高兴的网友们，但是觉得这九个孩子选的太恰当的留言也非常多，所以对于杰贝温九位成员，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在韩国美轮排行拿下年阶一位，也就是说整个一年总排行一位的女团歌曲 Wonderful So Hot。 소녀시대 G， 미스의 Bad Girl Good Girl， 티아라 롤리폴리， 트와이스 치어라우. 아이유 셀러브리티. 아이브 러브 다이브.